这边就说成衣的巨头哈 ，Garmex Saigon 哈，前三季营收比去年同期居足少了97%，那不是几乎都快要没了吗？那是订单的问题，订单不见了，那也不是他的问题啊。对，到哪去了呢？然后呢，前三季已经是亏损。裁员累计1945位员工，所以整个厂只剩下37名员工，98%的员工都被砍掉了。那这个越南现在的状况很严峻，如果这个时候靠中国，可能吗？韩联社这边另外一头说，韩国现在有一点紧张，是因为其实之前曾经说，这个韩国90%以上尿素供应来自中国，所以中国一旦没有供应的话，韩国就要怎么讲，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哦。现在韩联社的报道是说，中国海关总署喊停了在中企业对韩出口车用尿素溶液的通关流程，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呢？亮哥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是限制了所有的出口，还是只是让它变慢啊？因为尿素的出口并没有列为，并没有在中国的商务部的管制清单里面啊，所以这个具体状况，我认为可能是审查过程变得比较麻烦了，并不是禁止出口了，那南韩的产业部门是说，这个不是政治因素，是经济的因素，因为中国国内尿素供应紧张很多了，很多国家都这样啊，很多国家。要保护自己，他要自己先用嘛。那他对外又不好说我不出口。你知道吗？就用这个，比如说很多啊，比如说我们凤梨跟释迦就突然卖不出去了，那他就找到了介壳虫啊，不是吗？那事实上他早就知道有介壳虫啊。那只是现在可能他农民在抗议嘛，说我们为什么不买自己的水果？他有一些压力嘛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管制出口了。因为这个又不是什么关键矿物啦，这是化学化合品嘛。韩国也不是不能自己做啦，一定是因为中国便宜啦。就是有些东西是你做不来，你不会做。对，这个不是啦，这个应该是就是它便宜嘛。替代的来源总会让你的成本更高。对对对对，那至于越南那个，我觉得是它可能以前扩产太快了，或者算错了今年的经济的成长程度了，事实上今年很多企业都栽在这里啊，就你太乐观嘛，就突然之间发现订单大量减少，尤其欧洲啊，就欧洲就减少非常严重啊，那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企业也面临这个状况啊，我们台湾也有啊，只是我们台湾最近你没注意，事实上还是有很多那个无薪假，就是有很多生产线就闲置嘛，是。因为卖不出去，订单也是减少，卖不出去啊。而且这个是全方位的，你原物料买的也会变少，然后订单成品也变少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情况会明年会更严重吗？因为现在对于明年的景气，我认为是更保守。我认为会更严重。那就不是只是这种纺织业而已啊，其实还有包括什么，就是制造业啊。我们不知道他做的是哪一个 level 的衣服啦。那他可能也碰到了。比如说经济不好，那人家就买更便宜的东西，比如说跑去买孟加拉的衣服啊，伊索比亚的衣服啊，对，那就不买越南的、就越南可能已经往上跳了啦，那中国呢就不用讲，中国已经很多东西都不好卖了，因为人家做的比你还便宜啊。 NASA 就是美国的太空总署，他们呢在11月底发送了 email 向美国国会证明说，要这个允许 NASA 资助研究人员向中国大陆国家航天局申请获取嫦娥5号在2020年采集到的月球样品。哇，现在说要跟中国大陆合作了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不是合作，是要跟他要东西。要东西不算是合作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上航天站那个有法律限制那个国会要修法。因为他不准跟中国合作，那个是航天站，是，那这个是中国大陆 那次到月球背面嘛，那拿到了一些采样嘛，对，那他不要给美国嘛，是啊，然后美国就硬要啊，说这个是很重要啊，也没用啊，我不一定要给你啊，你没有理由强制啊，因为没有这个国际法、所以他就算是美国国会说好，我们修法，没有用，
一样拿不到，这个没有用。那个航天站是中国欢迎你来，可是他国内法限制他不能去。嗯啊嗯啊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中国从月球采下来的东西，是，那我不一定要给你啊。对啊，嗯，可是美国太空总署现在提出了这个要求，不，他想要提出请求嘛，是，就是用科学机构对科学机构啦。嗯，那拜托拜托。本来因为现在可能就是美国国会不准他这样做了，对啊，所以还不是卡到美国的太空总署了，说就是美国的国会在做的事情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美国的企业都被卡了，何况是太空总署？太空总署是政府单位，那这真的太矛盾了，对不对？企业说我要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你卡，然后呢，太空总署呢说我要发展更高的科技，你也卡。不，所以我说他就越来越保护主义嘛。嗯，那你这个结果就是通通凡事都要自己来嘛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然后重点是卡到了谁？卡未必卡到中国大陆，卡到的却是嘎吉郎。好，互相卡了，互相卡，互相卡，双方成本都增加了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